相称本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照。请先开讲义285页，就是这一样是舍利弗因缘。倒数第六行，他日其师请集舍利弗在头边立嘛，就是他的师父生病了，可能也快要往生了。那舍利弗那时候就在师父的头的那边，躺下来嘛。头应该是躺下来，在那边，等于是照看呢、照看他的师父。那么他的师兄弟呢，大目犍连也在另外一头，就脚那边站在那边。那他的师父就快要往生了嘛，那勉强也露出这个笑容。那这两位徒弟呢，他就问师父说为什么会笑呢？师父就回答说，世俗无眼，世俗凡夫没有智慧嘛，眼就表示智慧，没有智慧眼，那为恩爱所侵，那只是在这些爱恨情仇里面啊，五欲六尘里面打转嘛。我见很远地方那个有个金，有个地方叫金地。那金地的国王呢死了，那他的大夫人呢就自己，他就自己投到火堆里面去嘛，希望他也一起去，希望能够投胎到同一个地方嘛。应该那个国王对这位大夫人应该是蛮不错的，他才会想到跟他往生到同一个地方去。而此二人行报各异，身处殊局，他的行业果报一定不一样嘛。那当然，投胎的地方也会不一样嘛。是使二人比受施予，欲以验其虚实。他就把师父讲的话再记录一下，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这件事。后有金地商人远来摩羯陀国，二人以书，就是记录下来的那个资料哈，就查了一下，果如施予，居然就像他师父讲的一样，那就感叹的说：“我们是不是不是师父的这种，没办法接受师父的法，不是法器啦？到底我们到底是不是法器，能够受法修行的这个根器呢？还是师父他？”对我们有所隐藏，还是师父的功力还不足以？他虽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宿命通啊，或者天眼通了、但是师父的功力也是不一定说多么高深嘛。那是不是，或者是师父也有他的功夫，但是却是隐瞒不要教，有没有？有些是会这样留一手嘛，有没有？很多要教功夫给徒弟，是不是都会留一手？那以佛法来看，当然要倾囊相授啊，佛法才传得下去啊。二人相与四月，就是说世间人他的思维跟
跟佛法里面的思维是有些不太一样，因为世间人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想要为自己嘛，他以自己自我为中心，那怎样来考虑事情的啊？那佛法不一样啊，佛法要利益众生啊，要利益众生，那就当然。就是尽量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嘛。所以有些那些公案，听听就好了。比如说因果之间的关联性有没有？他这辈子能够吃到那个鸭子的舌头，他真的是上辈子布施给蚊子吗？这。刚刚不是在讨论说，为什么这个国王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，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的鸭子的舌头？原来就是前辈子当修行人的时候，布施给蚊子血嘛，他不会把蚊子赶走，那结果那个蚊子投胎成鸭子，那就可以让这个国王吃。这个是很容易了解，但是事实上的因果，那应该是很错综复杂的。有可能那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，不是必然性是这样，不是必然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因为缘会变，当缘在变的时候，那很多就跟着变了，是不是？你布施的时候的心态啊，是怎么样？然后你这辈子当国王又是什么样的心态？等等，错综复杂了，因果关系，所以叫做缘起甚深嘛，有没有？缘起的空寂性，那更深了，缘起已经够深了，那它的空寂性倍复甚深。所以很多好像很有点讲的，看起来是讲得通啊，一半还一半嘛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子啊。那里面牵涉到时空的那种转移啊，还有因缘果之间啊，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不是有因果，导师有讲因果系跟能所系吗？有没有？因果本身是一个系统，啊，能所又是一个系统，就是错综了，错综复杂。就是说，那里面的变数是很多很多的啦，可能有主要的变数，还有次要的，然后再次要的，有没有？那 如果展开的话，是大而无外嘛，像华严讲的法界缘起，那当然那个是讲的非常的广，深广。那小而无内，那可以讲得很细，很微细嘛。所以这些公案因果故事，会随着我们对于缘起法，会随着我们对于这个。所谓缘起性空的认知、了解，那会不一样啊。所以叫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同样一句话，有人看这段公案，他搞不好他会开悟哎。他虽然很平常的一段故事，啊，有些人可能就会有所悟。有没有？不是很多人去六祖大师去请教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也是三言两语，也不是开示了长篇大论啊，人家就可以解惑，呵呵，是不是？你就讲个偈颂就可以解惑。那有一些讲了再多，那也是一样。
搞不清楚，你是在里面转不出来。所以这个师弟、师资，就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啦，那也是错综复杂嘛，有没有？师徒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因缘，那也都不一定啊。那你就是你本身是什么什么根器，然后师父有多大的这个功力，那都是有关嘛。那有时候师父没什么功力，但是徒弟也是大根器的，哎，他反而可以，他的成就可以超越师父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去老和尚的师父是谁？不过也不能这么来看呐、啊，这个都很难说了。有些大成就者，就是说在某一方面他有成就，但是他的师父，哎，未必有那么大的成就。或者师父很有成就，但是徒弟很多，但是成就的也没几个，各式各样的情况因缘都有了。所以这两位徒弟就互相这样子跟，就是两个就共同来约定了、啊：若先得甘露，要必同。同享法位吗？但是有人先证果了，啊、哦，有人先，比如说证得出果，啊、哦，或者证得阿罗汉果，那希望能够互为师徒啦，就是互为道友嘛。那道友互相帮忙一下，也是应该的嘛。好，286页。所以同山道友就蛮重要，所以叫师法友，有没有？师长的部分、法的部分，还有道友之间的部分，那这样子的因缘都要去留意啊。跟师父也要好的因缘，跟同山道友也要好的因缘啊，是不是？今天我碰到一个法师，他跟我讲一件事啊。他说，那个慧智讲堂的有一位法师在讲《解深密经》呢、啊。他说那个资料是很多，但是哇，这位法师很厉害，他可能也是很深入，然后也是很熟的啦。虽然那资料很多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可以讲重点。他可以整个把它融会贯通，比如说有10页，他可能哎，很快就讲过去了，3言2语，哎，就把重点讲出来了，哦，所以速度可以比较快。哎，这个分享不错啊，这也是一个方向嘛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，就是说。可开可合，可广可略啦。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功力啊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展开？能不能，诶，收摄成为几个重点就可以了。好，286页这边。就是说每个法师他自己的一个性相，还有修学的这种经历、经验，哦，教学的经验其实都有关呐、啊。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不错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功力啊。我们只能说心向往之，有没有？以这位法师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嘛，
一个善知识也是可以的啦。对啊，因为你如果没办法融会贯通，那也是你也没办法做到他那种程度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是时佛度三迦叶兄弟千人，自由诸国。迦叶上旁前，他的前面可以写一个三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有三迦叶？反正三迦叶各领几百人嘛，加起来就1000人呐、啊，这样子。好像有优罗、频伽、迦叶这些，你得查一下资料。自由诸国到王舍城，顿止竹园，就是在竹园，应该是金色那边，竹园金色那边休息嘛。佛陀在那边休息。二梵自师闻佛出世，具入王舍城，欲知消息。为梵自师当然就是指舍利弗跟目犍连嘛。那他希望能够怎么样？打探一些佛陀的消息。尔时有一比丘名阿娑室，就是五比丘当中一位嘛。逐波入城乞食，舍利弗见其衣服易容，诸根尽没。哦，舍利弗就看到他，哇，这个仪表，哦，威仪非常好，然后非常的很像个。有修行的修行人，就问他说：“汝谁弟子？师是何人呢？”答言：“四种太子，厌老病死苦，出家学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我师也。”舍利弗就这么说。那么你的老师教你的，你可以跟我开示一下吗？开示个几句吗？即答偈曰：“我年纪幼稚，学日又粗浅，岂能宣自真广说如来意？”因为五比丘可能那时候净饭王派的应该都是比较年轻的吧，所以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年纪轻轻，虽然证得果位，但是要讲法的话，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啦。舍利弗言：“略说其要，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。尔时阿娑室比丘说此偈言：‘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；是法因缘尽，大师如是说。’就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嘛。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嘛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就讲因缘法。舍利弗闻此偈，即得出道。哇，你看。”马上得证得出果，环抱目犍，就是当目犍连嘛。目犍连看他这个颜色和悦，神清气爽，淫谓之言：“汝得甘露味也，为我说之。”舍利弗即为其说相所闻偈那目犍连听了一次，希望再听第二次。更为重说，即复谓说：“易得出道。”所以，这个颜色和悦，就是现在讲的什么气质啊？有没有？不是有一句话说：“读书为了什么？变化气质。”有没有？那你看，现在读书人读了那么多，那气质有变得比较好吗？也不一定嘛，所以有一些读的，像他就是要争名、争要求名求利的，那也未必能够变化成好一点的、比较高尚一点的气质啊。有没有那个导师在中国禅宗史里面他怎么样来评论六祖大师有没有？六祖大师不是去见五祖吗？
之间有一些对话吗？不是五祖说你南方，你这生在南方是南方葛梁，怎堪作佛？然后六祖就回答：人有南北，佛性无南北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导师怎么说？导师说他这种非常朴实，然后又不会说怯弱啦。有些看到大师，他可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又不会怯弱的这种，是一种很高尚的品格啦。但是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啊，他也要是，也算是脑瘫呐。那这个是几乎算是天才型的才有办法，就是他已经修很久了，他这辈子只要一个因缘，他就可以开悟了，很快就开悟了。像这个都一样啊，有没有？目犍连跟舍利弗，他们也在等那个因缘啊。但是在这个开悟的因缘之前，那不就是资粮道跟加行道，是不是？最前面的不就是这两个部分，资粮道跟修，资粮跟加行的部分？那你得要累积足够的资粮，然后也要足够的加行啊。那就看你用不用功啊。这两位大德有没有？这个叫双贤，双贤的弟子可以说是佛陀身边最杰出的，神通第一，智慧第一，还不够杰出吗？那人家也是怎么样？人家也是九修啊。过去生，这辈子虽然是现在外道那边，但起码也是九修的这种修行人嘛，是不是？那转到大圣就怎么样？是不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跟大恨普贤菩萨？对啊，大圣就是相对应的，就是。这两位尊者啊，文殊普贤就相对应这两位大德啊。二师与250弟子俱到佛所，有没有？不就是加起来1250人？实际上，在之前还有好像还有50位的样子，还有几位？就是说，个别度的啦，还有当然是还不少嘛。俱到佛所，遥见二人与弟子俱来，告诸比丘：汝等见此二人在诸梵志前折佛。就是说，他们在这些外道这些出家人之前面的那两位啦，那比丘就说：有看到。佛言是二人者，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、神足第一的弟子，就神通第一跟智慧第一嘛。大众俱来以见尽佛，即到其首，在一面立，有没有？那靠近佛的地方呢，就要跟佛陀礼敬嘛，要顶礼嘛。然后这就顶礼完之后，就站在一边。具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佛法中欲出家受戒。佛言：善来，比丘。来得好，说得好。即使须发自若，发菩提身，衣钵具足，受成就戒。这些戒也就都具足了。过半月后，佛为常爪梵志说法时，舍利弗得阿罗汉道。所以半月后得道者，
你看哦，你看有没有？也要经过两个七嘛，半月不就两个七吗？好像目犍连还比较快哦，好像目犍连是一个七就证阿罗汉果。为什么呢？世人当作诸佛转法轮师，就是跟着佛陀来转大法轮呢的法师嘛，所以就要学的比较多啊，应在学地，就是应该在学地一段时间呐、啊。现前自入诸法种种具知，是故半月后得阿罗汉道。你不是说你开悟就有办法讲啊？可以办法讲经说法，可以讲的让人家开悟啊？那也要透过一番的学习嘛。有的学得比较快，有的学得比较慢。所以大器晚成啊，大的这种成就的话，通常准备时间就是要比较长，所以不用羡慕人家成就的那么快，人家也是不晓得拼多久了，准备多久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是等种种功德甚多，是故舍利弗，虽是阿罗汉，佛以是般若波罗蜜甚深法为舍利弗说。这样子吗？也是啊，也是要学啊，不是开悟之后就不用学了。好，所以禅宗的开悟，那种顿悟，跟现在讲我们讲禅宗顿悟，还有道生法师也有讲顿悟嘛。道生法师不是石头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石头点头啊，深空说法，然后怎么样？顽石点头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。所以道生法师也讲顿悟，那禅宗顿悟，那两个顿悟有什么不一样？禅宗的顿悟是最前面的啦，最前面的就是比较前面的整个菩提道的前面那个部分。有没有？就是般若道啦，般若道要成就嘛。那么道生的那个就是菩提树下，指菩提树下那个一悟就整个具足的，那个是最后的，一个是最前面，一个是最后面。那导师怎么说？导师说这个最前面跟最后面都不是所谓大圣正常道的一个情况。就是说，你太着重前面的那个开悟，或着重于后面的那个菩提树下的开悟，那你资粮够吗？你反而是应该，不管你是前面的那个开悟，最前面的，或者是最后面的菩提树下的开悟，一样都要积聚资粮啊。有没有？最前面的开悟是不是要一大阿僧祇劫？那最后面的开悟是不是叫三大阿僧祇劫？有没有？我们不是有那个行位表？上次好像有跟大家介绍过了嘛？在十住毗婆沙论有没有？这就那个大圣行位表。看一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，那个整个大圣菩提道。它是要经过哪些过程？有没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为相？这个叫贤位的啦。这个是三贤位，有没有？信住虽然是三个，但是其实包括前面的实性。这样子就要到出阿僧祇劫，都还是凡夫。那么，从第二个阿僧祇劫，
就到了七地嘛，有没有？华严是八地，这个叫二阿僧祇劫，第二大阿僧祇劫以上就是圣者菩萨，前面都还是凡夫菩萨哦。到了初地以上就是圣者菩萨，所以初地叫凡圣观，就是转凡成圣的一个这个一个关键啊，关卡。那么到了五地，它叫大小观，也就是说五地的话，它是空有不二。到五地之前，你就是空有不同时啦，就是见有不见空，见空不见有，这样有相无相的兼杂行，无相是空嘛，有相是有嘛，有空兼杂，那是初地到四地，那五地以上，那就可以空有不二啦，见有的同时又见空，见空的同时也见有。但是五六七叫有功用恨，那七地以上八九十叫无功用恨，都是无相的无功用恨哦，无相的有功恨跟无相的无功用恨，这是五六七八九十这样。这个是从导师的哪一部《成佛之道》整理出来的。你们比如说初地就好了，初证圣性，得出世心，离戏乐，分证无上菩提，无比欢喜嘛。那五地呢，经过极艰难才到达，得空有不二的无相行。你们同样是无相行啊，他也有无相行，但是到了这边才进入空有不二。那么到了七地，华严的八地呢，哇，这就更高了，念念能起定，念念能入定，都可以无间断。哦，无相有功用恨，再往上就无相的无功用恨。你看到九地才是第一大法师哦，这个当大法师不是一般的哦。你要到九地菩萨才是真实的大法师，有没有？自证其利他，均无功用，得事无碍解智，说法人中为第一大法师。好，没关系，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往下看了。问曰：若尔者，有没有？所以舍利弗尊者虽然是阿罗汉，但是他就够那个资格来接受般若波罗蜜这个甚深的法嘛，所以当然要为舍利弗尊者来说啊。问曰：若尔者，何以出少为舍利弗说，后多为须菩提说。跟舍利弗尊者讲的那个部分好像比较少，反而对须菩提尊者讲的比较多。若以智慧第一故，应多为舍利弗说才对啊，怎么很多是为须菩提尊者说呢？答曰：我这边就举了两个理由嘛，一个是须菩提是无争三昧最为第一嘛，《金刚经》不是讲吗？第二个理由是须菩提常行空三昧，那这个空三昧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嘛？般若波罗蜜不是就讲无所得、无住、无相、无念，这些也是相应的啊。好，第一个，舍利弗，佛弟子中智慧第一。须菩提，于弟子中得无争三昧最第一。无争三昧相，常观众生，不吝心恼，多行怜悯。
诸菩萨者，宏大誓愿以度众生，怜悯的相状是他的特征啊，可以说是一样的啦，就是他的慈悲心可以说一样了，慈悲心的相状，是故命说，就是说他们这些出家，他不管是正阿罗汉一样要吃饭嘛，他要去托钵的时候，他要先观一下，他去托钵会不会让人家起烦恼？他假设会让众生起烦恼，他就宁可挨饿，他都不要让众生起烦恼。他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啊，但是这个部分是比较消极一些啦，跟菩萨主积极的去与乐拔苦，那是不一样啊，还是稍微消极了一点嘛。有没有一个人积极跟一个人消极呢？那他的作风、他的做法就是不一样。你看那个积极的人是动作会比较快，那消极的人他不是不做，他是似乎动作稍微慢了一点，有没有这样感觉？当然这也是要有一些资粮啊，你资粮不够，你积极也做不来啊，你急也急不来啊。你资粮够的话，加上你有这种积极的心态，那当然更好。我们今天不是要研讨共修吗？我们在我住的那个地方，借住的那个地方嘛，要研讨中论嘛。那在研讨之前要先布置一下场地嘛，结果发现忘了去买花，结果一早就去三峡那个老街去，赶快去买个那个百合来插。哦，真的不一样耶，插上去有插跟没插，有供花跟没供花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虽然那个小盆栽也可以啦，但是你跟那个鲜花或者是比较庄严的花供起来，不是更好看，气势也比较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要自己去拿捏了。所以这个外向上当然也不是说非得要不可啦，但是你有的话，那就更加能够庄严道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想，以后如果邀请这些大法师来上课的时候，起码要准备一盆花，在他前面。因为以前，因为我们上课的请法师来上课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稍微小了一点，但是我在想，那个该有的还是要有啦，该有的庄严还是要庄严，尽量的庄严啊，大家也开心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大道场？因为大道场可以弄得很庄严啊，是不是可以建设很庄严？那一般道场也不是不庄严，但是比较起来啊，相较之下还是有差了，所以但每个因缘不一样啊，尽量各方面哦能够面面俱到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好，布置，这个冷气有没有调整？稍微好像有点冷。还是通风。还是可以把门稍微打开一下。还没下课。30度哎。他这个没有准备他的。
那个可能，对啊，调通风应该就不会。通风之后，然后把门开一下。我在上课，哦，好。夫子是须菩提，好行空三昧，如佛在刀立天，下安居受睡矣。环下阎浮提，尔时须菩提于石窟中住嘛。他自己在山洞里面那边修行呢，他就这样子思维：佛陀从刀立天那下来，我当自佛所言，不自佛所言。我当我要去拜见佛陀呢，还是不一定要去？又念言：佛常说，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，则为见佛终罪。有没有佛陀？就跟大家开始，应该用你的智慧眼、你的慧眼来见法身，那才是见佛当中是最殊胜的了。所以你可以这两排，自佛所去见佛，这个叫肉眼见佛色身嘛。那下一段。下一行这边又念言，你可以写一个慧眼见佛法身。那它的上面你可以写一个肉眼见佛色身嘛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你要见佛法身，就是见到你自己的，就是说你见到就成就你自己的法身啊。那当然要慧眼嘛。那你要见佛的色身，那只要肉眼就可以了，肉眼天眼就可以了嘛。是时，以佛从刀立天下故，阎浮提中四部众集，诸天见人，人亦见天。众座中有佛及转轮圣王，诸天大众众会庄严，先未曾有。哇，这么多这些弟子众啊！或者诸天这些都要来庄严道场嘛，庄严这一会嘛。须菩提心念：今此大众虽复殊特，誓不久停，磨灭之法皆归无常。你传请这些大人，你纵使有这些转轮圣王这些大人物下来，啊，天人下来。但是，一样是无常法、因缘法的意思啊，就用这个无常观来观呐、啊，作为一个入手处嘛。悉知诸法空无有时，那么证得空性嘛。作是观时，即得道证。哎，这样子观无常，哎，乃至观空。无自性嘛，那就可以就证得阿罗汉果。尔时，一切众人皆欲求先见佛，礼敬供养，有莲花色比丘尼，花的前面加一个莲，应该会更清楚了，就指的就是莲花色比丘尼嘛。欲除女名之恶，便化为转轮圣王及七宝千子。众人见之，皆必作起趣。化王道佛所以还复本身，为比丘尼最初礼佛。他为了跑第一，跑在最前面，他已经证得阿罗汉嘛。他虽然是一个比丘尼，但是也是很厉害啊。啊，可以神通变化做转轮圣王啊，等等，就可以跑到前面去，第一个见佛。是时，佛告比丘尼：非汝出离佛嘛？非汝出离，须菩提最出离我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观诸法空，是为见佛法身嘛？有没有？那当然，须菩提要有具足这个慧眼，才能够见佛法身。
那他这样子是真供养，供养中最，是所有的供养当中最殊胜的。华严经不是有那个供养，广修供养，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嘛，然后不是列了七个，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不退菩提心，不退不舍菩萨道这些嘛，好像我记得有七个，大家可以查一下十大愿望那一卷哦。独立舍待不舍不，好像有七个。供养中最，非以自尽生身为供养也，不是。就是说，当然，色身也是需要啦，但是最殊胜的还是法供养，真正证得空性嘛，证得法身嘛，见佛法身。以是故，言须菩提常行空山内，与般若波罗蜜空相相应。以是故，佛命令说般若波罗蜜。好。瓜无山这边，复次，佛以众生性尽阿罗汉，诸肉已尽，命之未说，就为大众来说嘛。众得尽性，阿罗汉至少已经是圣者啦。那大家当然就会更加的有信心嘛。诸菩萨在得到无生法忍之前，还是凡夫菩萨嘛。诸肉未尽，若以为证，诸人不信。以是故，佛与舍利弗尊者、须菩提尊者共说般若波罗蜜，这样子共同来宣说了主要的，可能还有包括四谛梵音，好像也有。又说一些，好，我们这堂课先到这，先休息一下。我们接着哈，287页，舍利弗，这个念佛还是佛啊？佛，舍利弗哈，我记得是佛啊，舍利弗。无眼佛界哈，舍利弗。名字的由来。何以名舍利弗呢？舍利弗是为父母所作智，为是一行功德利名。然后这边有分父母所作智，还有本愿因缘名字嘛。先讲父母所作名字，是父母所作名字于阎浮提中第一安乐。有摩羯陀国寺中有大臣名王舍，就是王舍城那边是可以说是算是首都嘛，就用第一安乐那个来形容。那么佛法里面讲的第一安乐应该怎么样？不是，现在是讲地区哦。为什么这个地区可以称作地安乐？有没有？他讲完地安乐，就他说讲王舍城嘛，就表示这个地区有佛法，有四众弟子在这边修行啊弘法，所以才叫地安乐嘛，有没有？因为佛法就是真离苦得乐啦，所以第一就表示他殊胜安乐，就是一个。离苦得乐的一个目标吗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。王名频婆娑罗，有婆罗门论义师名摩陀罗。王以其人善能论故，世风一意去尘不远。就是虽然是婆罗门，但是他很善于论啊，论义。
是摩陀罗睡有居家，复身一女，眼视色利两眼。就是说，这个婆罗门大论师他的女儿，其实就是舍利弗的母亲嘛。哦，所以就称这个女儿叫做舍利，不是佛陀舍利的那个舍利，是同样一个音呐。赤身一男，膝骨粗大，名居士罗，就是长爪梵志嘛。居士罗就是他的膝，应该是膝盖骨很大哦，大膝。是摩陀罗婆罗门，既有居家，蓄养男女，所学经书皆已废忘，又不业心。就是说他，他生活安定了，又生了育女，那他可能慢慢的，他可能要应酬啦，要做什么事情啦，等等。他对过去所学的就慢慢忘记嘛，那然后他又不去学习新的东西，新的学问嘛，或者新的经书，业是从事的意思嘛。好，288页，是时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大论义师，字提舍，提舍就是舍利弗的父亲呐。于18种大经皆悉通力。你看，舍利弗他的父亲，他的祖父，祖父吧，你看都是大论义师。于18种大经皆悉通力，世人入王舍城，头上戴火，以铜底铜叶覆，就是用那个铜片把自己的这个肚子把它绑起来。人问其故，便言：“我所学经书甚多，恐复破裂。”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“满腹经论”吗？他实在学太多了，怕撑，把他的肚子撑破。你说怎样？那你那学父母具的怎么办？是故。业支就用这种方式了，这可能也是一种慢心嘛，哦。头上可以带火，可能就是我们不是有一种探照灯挂在，可能是有个小火吧。然后有个东西把它撑着啊，答言以大暗故，众人言日出照明，何以言暗？我们谁敢偶然？因为，大家就说太阳那么大，为什么会黑暗呢？他回答说：暗有二种，一日光不照；二鱼翅暗蔽。有没有？鱼翅也是一种黑暗呢，啊。那你说呢？那大家都是凡夫，大家都很愚痴嘛？那不是整个世界都很黑暗？还好有一些明眼人啊，或者有正果，或者没有正果，指引我们一个光明的方向嘛，迈向光明的康庄大道。今虽有日明，而鱼翅犹黑。有没有？虽然太阳那么大，但是鱼翅就是鱼翅，那鱼翅就是黑暗。众人言：汝但未见婆罗门摩陀罗，汝若见者，复当说，明当暗。意思就是说你的学问，你可能还比不上前面那一位嘛，是不是？那你所谓的你的智慧，那可能也比不上他嘛。你的学问比不上，那你的智慧，明是智慧嘛。
你的智慧，跟他一比较之下，你反而黯淡无光。是婆罗门尽智古边打论义古，他很不服气嘛，他要找那一位大论义师来辩论。国王闻之，问是何人？众神答言：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名提舍，大论义师，就是舍利弗的父亲嘛。欲求论处，故打论古。王大欢喜，集众人而告之曰：“有能难者，与之论义。”既然他要来踢馆嘛，那就也要。就是也要表示一下嘛。摩陀罗闻之质疑：“我已废妄，又不夜心。”就是有人踢馆，有人也要去迎战嘛，要跟他来对论啊。不知我今能与论佛？那前面那位大论师，他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。这个叫勉而来，就勉强过来。于道中见二特牛，见到两头公牛在那边，好像在那边打架。芳香抵触，心中作响。不是有两头牛吗？他就指其中一头说：“假设这一头牛是我，那一头牛是那位，那位提舍论师，那。”占卜一下，看谁得胜。结果代表他自己的那头牛却不如另外一头，便大愁忧而痴念言：“如此相者，我将不如。”欲入众时，见有母人挟一瓶水，正在其前，避地破瓶。就是有一个女众带着一瓶水，突然。扑倒在地嘛，那瓶子也破了。人不小心都会这样嘛，所以我们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就要注意，拿那个烫的水啦，或者是有危险的东西啦，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，或者是比较精密的仪器嘛，或者你要供佛的东西，你要。也要小心一点，要留意就对了。事不惑矣，但是因为情非得已嘛，目前看起来能够跟那位辩论的，就只有他这一位啊，只有自己啊。与共论义，论义即交，便堕复处。然后就输了啦。辩论之后就输了嘛。王大欢喜，大智明人远入我国，复欲为之丰仪聚落。诸臣一言，一聪明人来，便丰仪邑，功臣不赏，但从舆论，恐非安国全家之道。就是说，虽然很聪明啊，有智慧啦，但是你。一来一个就封一个，那对国家有功的这些大臣，你不去奖赏他，只是宠幸这些，只是口头会辩论的人，这样子对国家似乎不太好，国力不能。不过智慧，如果它能够提供国家治国之道，那也是有帮助嘛。就是治理一个组织、一个单位，治一个国家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啊，都需要怎么样集思广益嘛，都需要有高人啊，有比较高智慧的人来谋划。但是也是看大家的共业啦，共业所感，有没有？比如说，为什么大家要抢鸠摩罗什？
发动大兵去把他请过来，就有他高明的地方嘛。王用其言，其夺与后人。哦，今摩陀罗论亦不如，应夺其风以与圣者。若更有圣人，复以与之。就是说，哎，既然他输了，那就把他原来的风给他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直都还可以用啊，他原来的那个地方，哦，他原来的这些或者高官厚禄啦。是时摩陀罗喻，就告跟提舍怎么讲？汝是聪明人，我以女，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。然后我生的男孩子，就是那个女儿的弟弟嘛，哈、哦，那也托付给你好了。今欲远出他国，以求本志。我还是好好自己怎么样？闭门思过，好好用功。还是有忏悔心嘛？提舍那其女为妇，有没有就娶这个舍利弗的母亲？其父怀孕，梦见一人身披甲胄，手执金刚，吹破诸山，而在大山边立，决以白其夫言：“我梦如是。”提舍言：“汝当生男，吹拂一切诸论意师，唯不胜佛陀一人。”当与做弟子，就他的聪明才智，没有人会胜过他。但是除了佛陀之外啊，舍利怀孕以其子故，母亦聪明，大能论意。怀了这个聪明的这个胎儿，他也变得聪明起来了。其弟居支罗于解谈论美趋不如。知所怀子，必大智慧，未生如是，何况出生？即舍家学问，自南天竺不减之爪。读18种经书，皆令通力。是故，时人号之，号为长爪梵志。有没有18种经书？应该是婆罗门一些重要的经书啦，比如说《四吠陀》啦，等等这些。像每个专业都有它的教科书嘛，有没有？经济的啦，工程的啦，建筑啦，就类似这样，就是必读的啦。它那个专业必读的，你要成为一个婆罗门，要读的书也很多嘛。啊，289页，结子寄生7日之后，罗以白蝶以示其父，就是舍利弗的父亲。其父是为我名提舍，主我名智，智为优婆提舍。优婆就是主啦，就是跟着啦，跟着。比如说，原来叫约翰嘛，啊，父亲是大约翰，那儿子就叫小约翰，类似这样，有没有？不是。不是有那个总统，美国总统叫什么？好像他父亲也是，哦，布希啦，老布希跟小布希嘛，他也可以这样分的。那孙子呢？孙子再说嘛。孙子就小小布希。是为父母作志，众人以其舍利，就他母亲所生嘛，皆共名之为舍利子或者舍利弗，弗就是子的意思啊。所以有些经典是叫舍利子，有没有？诶，是不是《阿弥陀经》叫舍利子？舍利子是哦，心经啊，心经是舍利子。那阿弥陀经就是舍利弗嘛，有没有？复至舍利弗，世世本愿，于释迦文尼佛所，
作智慧第一弟子至舍利弗，是为本愿因缘名字，以是故名舍利弗。问曰，有没有？应该是跟他的本愿有关啊，生生世世都要做佛陀的智慧第一的弟子。若尔者何以不言优波提舍而但言舍利弗呢？答曰：时人贵重其母于众女人中聪明第一，以是故称舍利弗。其实他的父亲母亲都很聪明啊，但是因为可能名气啦，他父亲的名气反而不如他母亲，可能是这样，或者是他母亲比较有人缘嘛，这个都很难说啊。就是说我们不是分高僧跟名僧，有没有？有些出家众他是很有名，但是他的道德学问修行可能不是很高明啊，但是有些高僧他不一定很有名气啊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会，啊，有些是既有名气又是高僧，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。可见印度这个国家还是很重视智慧嘛。到现在其实他们的那种科技各方面也是很厉害啊，软体啦或者是这些高科技的。但是因为人口多，贫富差距这个也是难免嘛。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啦，因为这个国家传统就是这么重视智慧，所以佛陀才会在这个国家出世啊，才能够相应嘛。你说在其他欧美国家他不一定重视这个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重视现身的福报，就是人重生活啊，比较重视生活品质，那就不一定相应了。所以我们要招感什么样的这些朋友或者同参道友，其实跟我们自己都有关啊。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重视智慧或者重视修行等等，有些重视禅修嘛，那你可能其实同山道友当中禅修的会比较多，那你如果重视经教，这些研究经教深入经教的同山道友也会比较多嘛。好，下一段哦。菩萨摩诃萨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，当习行般若波罗蜜。那你看那个大般若经怎么讲？佛，你看上面，佛告具寿，那个投影这边哦，佛告具寿舍利弗，具寿就是大德的意思了。若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。好像其实也可以通啦，其实这些的等觉其实就是一切种嘛，然后哦，等觉就知嘛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于一切法等觉一切法的一切相，一切法有它的法相跟实相嘛，有没有？就是相也可以当作性嘛，就是说有
他的法相跟法性都要能够觉知，都能够觉悟了，就可以互相对读了。好，我们看论注怎么解释。菩萨摩诃萨亦如先赞菩萨品中说，问曰：缘何名一切种？缘何名一切法？论主就这么说，智慧门名为种，所以你把种就用智慧门来带，就是用一切的智慧法门啊，你要学习这个智慧法门才能够知一切法啊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智慧法门，那你怎么知一切法？怎么觉知一切相？不是有一切智、道种智跟一切种智，是不是？那这边其实就是因地果地是一切种智嘛，那因地的话不就是一切种也可以吗？你因地要修一切种啊，那果地才有一切种智啊，或者是。同样是叫一切种智，就有因地的一切种智，就是在这边嘛，就是一智慧法门嘛。有人以一智慧门观，有的人就是用二智慧啦，两种智慧，或者三种，或者十种，或者等等百千万恒河沙等阿僧祇智慧门观诸法，今以一切智慧门入一切种。观一切法，那一切智慧门那就很多了，是名一切种。宽鉴法师好像他怎么解释？他说一切种就是性空了，空性好像也是可以解释得通嘛。就是说。性空或者空性可以来作为这个智慧的一个代替啦，来代替智慧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讲得通？有没有性空或空性啊？我们不是要证得空性智慧吗？好，如凡夫人三种观，欲求离欲界、离色界故。观下恶界的欲界、色界的什么出苦障啊，出恶、狂惑、着重，然后要观上界的见妙理吗？佛弟子八种观，前面四个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啊，那后面是如病、如痈，痈就是疮嘛，如见入体、恼患、烦恼过患。这样子来观，这是举例啦，有三种，有八种，然后有四种，比如说四谛、十六形象，那就有四种、十六种这些嘛。四八种观入是圣地中，十六行之四，十六者，就是四谛不就有四个，那每一谛又四个啦。那就四四十六嘛，譬如说观苦谛的话，就是要观苦谛的什么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；极谛的话，苦因是极谛嘛，极因缘生嘛，或者因极生缘嘛。那么灭谛呢？苦尽不是灭尽妙理吗？灭尽妙出，出就是理的意思嘛。那道谛呢？道如行出，有没有？道如正是如嘛，行轨迹就是出嘛，出离解脱的道啊，你要有一个轨迹依循嘛，道如行出，所以你可以在正下面写一个如，轨迹就是轨迹下面写一个出，道如我记得是灭尽妙离，那么前面的话不是。灭尽妙出吗？出的下面你就写一个离啦，这样可能比较好记。
你自己可以用你自己的记忆的方式嘛。好，出入息十六行，这又是另外一种啊。出入行中富有十六行，就十六特胜。这个在角注五书杂案经有提到。第一个是观入息，第二个观出息，第三个观息长、息长、息短，第四个观息遍身，第五个除诸身形。就是到了第五个阶段，等于是这个身是指呼吸的身呐、啊，呼吸身，呼吸的意思啊。到了第五个阶段，可能呼吸都已经没有了。好，第六受喜，第七受乐，第八受诸心行。第九是无作喜，第十心作摄，就是要收摄心嘛。十一令心作解脱，十二到十六就是观的部分呐、啊。前面可能比较偏向止的部分。哦，观无常、观散坏、观离欲、观灭、观气什么？好，还有六种念，你哪六种？还记得吗？佛法僧戒，还有天跟师嘛，念天、念师，布施的那个施，或者叫念舍。不有六种念念，他这边是举念佛啦，念佛者，佛是多陀阿伽陀，就达他阿伽塔嘛，那如来的意思。阿罗呵是应供嘛，阿罗汉，三藐三菩陀，正遍知嘛，等等，有十号，五念如后说，这个在后面卷22会提到，会有详细的说明，另外的五念。四智、出世智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智、如是等智慧之诸法，名为一切种。那你后面加一个智慧门，其实不是一切种，后面加一个智也可以嘛，哈，或者叫一切智慧门也可以啊。好，接着就解释一切法。这边有阿拉伯数字的1到6，一法色又有分事所缘法跟智所缘法。那你用事还是用智？我们现在凡夫只有事嘛，那圣者有智，转世成智，那就才有智啊。所以事所缘法这边，一切法者，事所缘法是一切法。所谓眼是缘色尽嘛，耳是缘声尽，或者色尘生尘，耳是缘香香尽，境界的尽啊。舌是缘味，身是缘触，意是缘法，就是缘眼根、缘色尘、缘眼识这些。那其他也是，耳鼻舌身意，身香味触法也是。所以，四所缘法的对象不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？有没有？好，四所缘法呢？那也算是一切法。四所缘法是一切法，也就是说，他用自所缘法来含摄一切法了。那前面是用四所缘法来含摄凡夫的一切法。那你如果要圣者的话，圣者就要用自所缘法来含摄嘛。所谓苦智之苦，集智之集，尽智之尽。啊，道智之道，那四智之苦集道即虚空无为嘛。
非数缘灭，就是非则灭无为，是为自所缘法。那这个在角注六十一有这个表嘛，一法色再分自是所缘法跟自所缘法。那么二法色就下面二九一页，不是二法色一切法，有没有？那就用这种含色的方式来说明。第一组是色法跟无色法，第二组可见法跟不可见法，然后因为要对应这个290页这个表嘛，所以就把它归类在第七组啦。一二七，第七组就是有对爱跟无对爱的法。那接着是第六组，有漏法跟无漏法，然后第三组有违法跟无违法，第四组心相应法跟心不相应法，到底是跟心相应还是跟心不相应？比如说心所就是跟心相应啊，那色法就跟心不相应嘛，有没有？色法或者其他的，比如说生住灭啊、命根啊，或者十方等等，时间空间啊，也是非色非心嘛。业相应啊，第九组，业不相应。那这边有注解嘛？有个单注，心法中除思心所于境相应，业即是思故除，就是有跟业这个思心所相应的啦，有跟思心所不相应的这样子。好，第八组境法跟缘法。净法就是现在底下有住嘛，现在跟无为法，那过去跟未来是缘法。诶，为什么无为法是净法？那未来过去可以讲得通吗？那为什么无为是净法呢？大家可以想一下。因为你当下，你现在就当下嘛，你当下能够转世成智，不是悟到无为法，有没有？你要悟到性空，也是当下的这个有为法去悟到的无为法嘛，是不是？怕你怎么突然冒出另外一个有为法？你能够观无为法，它的性空，你能够证空性，那不就转为无为法了？我想应该可能跟这个有关吧。如是种种二法色一切法。好，三法色，不是三种法色一切法。第一组是三性，善性、不善性跟无记嘛。第二组是三学。不是界定位的那个三学哦，是有学、无学、非有学、非无学。有学位就是前三果嘛，无学位不是四果吗？那你不是有学，也不是无学，不是凡夫，有没有？你既不是初二三果，也不是四果，那当然是凡夫。好，第三组是叫三断，断除的断哦，见地断、思维断、不断。不断就无学以上的圣者才叫不断吗？复有三种法，那就是运，就是三科啦。第一组是三性，第二组三学，第三组三断，第四组是三科嘛。你看导师那个表就很清楚啦，有没有？就是运五重五运，触十二。入或者奢处，戒十八戒，持如是等种种三法，尽摄一切法。那也可以用三科来含摄一切法。但是五众五蕴只有含摄什么法？
有违法吗？你那个表有没有把它贴起来？你看五蕴对上去，就是只有94个有违法吗？那12处跟18界，因为有法处跟法界嘛，是不是才含摄这个无违法？表都有吧？没有的话再去引印。了音师姐你有吗？没有。欸，我没有破啊。你没有破啊。我忘了破，好。要记得提醒我。好。四种法这边也是分几组啦。第一组是三世非三世。第二组是三界非三界。那么第三组呢，就是从善不善无际俱非作为因所生的法。那么第四组呢，是缘法或者缘不缘法，或者缘不缘法，或者非缘缘非不缘缘，就是四种啊，这样子。至于详细的，可能要去找一下资料。有没有？这些在角注67《重视分阿比谈论》，就是声闻的论啊。可见龙树菩萨对声闻的论也是有研究嘛，有深入。好，五种法。那就是我们不是有五位白法吗？就是这五位啊。第一种是色法，第二种心法，第三种心相应，就是心所法。第四种心不相应，第五种不就是无为法。如是等种种无法摄一切法。所以不是有五位75法。伟人不是学过俱舍。俱舍不是在讲这五位75法，有没有？都这75法都学了吗？都学了吗？那大圣是五位白法。好，六法有六种法。第一个是见苦断法，第二个是见习，上面你写一个习。第三个见，你上面写个灭。见道断法，你上面写一个见地断，就跟上面三把摄那个见地断一样的。思维断不断，那不就是有六种吗？如是等种种六法，乃至无量法，摄一切法，是为一切法。所以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小圣论是科学化，他这是比较科学啦。那《大圣经》是什么？艺术化。你去看一下那个论跟经的风格呢？但是《大圣论》里面。”它里面就会提到金嘛，所以它两者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也科学化又，因为它也有把声闻的论说明进来嘛。那什么叫艺术化？科学化大家比较清楚嘛，那什么叫艺术化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是什么样的美啊？尽善尽美，完美吗？圆满吗？他就会想办法，想方设法让你看了这个经之后，
很开心啊，因为他都在讲功德有多大、多殊胜啊。看久了就会很有信心嘛，也会很欢喜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看艺术品，艺术品一般也是让人家看得很欢喜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圣的善巧方便呐、啊，不是说恶圣没有善巧方便，而是说大圣特别重视这个啊。好像有歪了哦。好，讲完了这个之后，就有一个问答：诸法甚深微妙不可思议，若一切众生尚不能得知，何况一人欲尽知一切法？哇，这个一法已经够深了，更够妙了，够不可思议了，何况要尽知一切法呢？譬如有人欲量大地，即数大海水滴，欲称须弥山，把须弥山称称看有多重，欲知虚空边际，虚空到底有多少？它的尽头在哪里？如是等事皆不可知，云何欲以一切种之一切法呢？这个当然以凡夫的角度来看，当然是不可思议啊，是不是？那已经有够深、有够广了。你看论主怎么回答？愚痴暗蔽甚大苦，智慧光明最为乐。所以你看，一下子就点到重点了啊！你只要有智慧。那就可以搞定了，搞定一切法了。你没有智慧的话，你再浅也没用啊。一切众生皆不用苦，用的话是不需要的意思，不需要苦嘛。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嘛，但欲求乐，菩萨求一切第一大智慧嘛。你想要离苦得乐，但是你有没有离苦得乐的方法或者智慧啊？一切总观欲知一切法，用一切的智慧门来观，那就可以来知一切法嘛。是菩萨发大心，普为一切众生求大智慧。是，是故欲一切种之一切法。一般的话，出地可以叫一切智啊，出地或出果叫一切智哦。就是最开始最初的那个阶位就叫一切智了哦。声闻叫出果。大圣叫初地，那么从初地一直以上，一直到佛叫道种智啊。那到佛当然就是叫一切种智或一切智智嘛。那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？一切智也要一大阿僧祇劫，然后从初地一直到佛叫二大阿僧祇劫，可见这个道种智。很不容易吗？要到达一切智，比较稍微相较之下比较容易一点。那么要累积到佛，悟后起修，一直到佛，菩提树下成佛，这个叫道种智。哇，那经过的时间就更长了。那最后成佛就是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嘛。或者叫一切自治嘛，一切自治，一切种子，
这样子。也可以用一切智者，也可以用一切智来 说明佛啦，就看你的定义啦。这样了解吗？你说佛的一切智，那这个一切智当然就佛的智慧啊。那假设说声闻的一切智，那就是声闻的出果位吗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好，二九二页，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。讲义二九二页，如医，比如说医师或者医生为一人、二人用一种、二种药则就可以了。若欲治一切众生病者，当需一切种药吗？就看你要 做哪一种医生啊。你要做大医王的话，那你就要具足一切种药啊。菩萨亦如是，欲度一切众生故，欲知一切种一切法，如诸法甚深微妙无量，菩萨智慧亦甚深微妙无量吗？有没有？先达破一切智人中以广说，如含大盖亦大。这个在角注七十一，你可以写一下配曲六十六讲义的第六十六页，另外就是第十四页的二十一之四，不是讲这部经的因缘吗？它是第四种因缘，有提到第十四页跟第六十六页。好，复次，若不以理求一切法，则不可得；若以理求之，则无不得。有没有？你要用，你等于是理要通嘛？我们讲不是通情达理，要做一个明理的人，是不是？这很重要啊！你理不明，那你怎么进行呢？譬如钻火以木，则木火可得，可以转木取火吗？悉心求佛，火不可得。你劈柴啦，你只是把这个心劈成两半啊，劈成几段，但是你生不出火来啊。如大地有边际，自非一切之人。倘若不是一切之人，无大神力则不能知；若神通力大，则知此三千大千世界地边际。一样的意思嘛，你智慧到那边，自然就知道啦。今此大地在金刚上，三千大千世界四边则虚空，就整个气世间的结构啦。就是说，我们地在水上面嘛，那水又在哪里？空，虚空上嘛，是不是？好像那个《华严经》不是有讲吗？那个地轮下面有水轮，水轮下面有风轮的样子，风轮依虚空，有没有？那个《华严经》都有讲得蛮清楚的，查一下应该就知道。那虚空呢？虚空又依什么？虚空无所依嘛，其实就是依缘起啦，一切都不离开缘起嘛。好。是为知地边际，如是名啊。那个角注七十二，宋明原本不是叫如是名？如是名地边际，欲称虚名山亦如是，
欲量虚空，非不能量；虚空无法，故不可量。为什么叫虚空无法？你说非不能量，表示可以量啊，但是你又后面又说无法不可量，到底是可量还是不可量？大家的看法怎么样？因为虚空也是无自性的法嘛，无法就是无自性的法，它也是缘起无自性，也是性空啊。那既然是性空呢，其实是我们般若经叫无所有不可得嘛。那不可得就不需要去量什么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慧可大师不是希望达摩祖师帮他安心，那达摩大师说你把心拿出来，密心了不可得，心一样啊，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说已经帮你安心了，慧可大师就言下有误嘛，就是说他讲不可得跟达摩祖师跟他讲已经帮你安心，那个就是说他讲不可得还没有悟哦，那达摩祖师说帮你安心了，那才悟。想了解吗？就是说六祖大师把二格讲的不可得是明智的不可得，那悟了之后，那是实际上的不可得吗？就像我们也是念般若经，也是 一大堆无住无相无念不可得二十种空，但是都是明智啊，你要真正证得才是吗？有没有？所以也可以说可以量，也可以说不可量啊，是不是？以现在的科技，那你看那个光年都可以算得出来嘛，有没有？现在科技好像可以登陆到火星还是哪边月球，星球之间的距离都可以算啊。就是说在可思议的有为法的范围之内，那当然可以说可量了，有量的可能性了。但是假设以真理圣义地的这个层面来看，那就是性空嘛。那性空的话为正相应，那量不量，可量可不量啊。假设你证到空性，就是说量也对不量也对啦，一切都对啦。没证到空性，你量也不对，不量也不对啊，不可量也不对，可量也不对啊。因为都还在凡夫啊，所以正空性、正法性、正诸法实相有多重要？那天一个慈济的师姐来跟我收那些垃圾袋，你知道他建议我什么呢？他建议我说可以去他们的环保回收站去那边，意思应该就是去那边当义工啊，跟他们一起整理那些环保回收啊。因为我后来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觉得好像
怪怪的。后来细想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，环保大家都应该做嘛，也都可以做，也都可以发心来做啦。不是，他说，他们环保站也有出家师父在那边。对啊，然后这位大师就在开始在那边批评了，他就那边。你知道讲堂还有一位比丘法师，他还俗，就是他要去当环保志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说各有各的性向啊，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不行，也不是说非，也不是说绝对不行啊。也不是说非必要，也不是说非不必要，就是看你的抉择啊。有些人就喜欢，因为那个不太需要动脑筋啊。对啊，所以以中观家的看法就是亦可亦不可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随缘，随顺因缘。想去的话，他随顺因缘去。那不想去的话，他随顺因缘不去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啊。像有些大法师，他不想做什么事，他就有他的理由，对不对？那他想要做，也有他的理由啊。各自解读嘛。对啊，只要对。对得起你的良心，能够一方面又能够利益众生，那当然最好了。自利利他嘛，自觉觉他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下一段，舍利弗，白佛言：世尊摩诃萨，云何欲一切种子一切法，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呢？跟我建议的那位师姐，她本身就是很拼啊。她起床之后就是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她睡觉前。因为那个只要你发心就可以嘛。就工作都做不完的啊。她说她一天只睡了几个小时，她其他时间都是在做环保。回收啦，那些垃圾分类啦什么的。钱当然是一回事啦，那对整个环境的一种爱护、保护、改善也是，应该是更重要的啦。从教育做起不是更好？大家都做环保的话，都不需要。对啊，就教育，所以有。电视台等等要教育大众啊，是不是？教育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件事，政府也要宣导什么的。你看你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件事吗？政府重视，他就会很强力的去宣导。听说台北比纽约环保做的，纽约这么大都会区，你看，他们就不一定重视这个嘛。那我们这边起码有慈济嘛，应该有啦，应该各地都有慈济，只是说那个力量发挥的怎么样。彻底不彻底耶。好，问曰：佛欲说般若波罗蜜故，现种种神变，种种现神变，现以即因变说，何以故令舍利弗问而后说呢？
你佛就直接讲就好了啊，为什么要等舍利弗尊者来问你再讲？问而后说，佛法应了。佛当然也是会讲啊，但是你有勤法跟没勤法还是有差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勤法还是蛮重要。有没有？你有去跟法师请法的话，他多少会给你一些啦。当然，有些法师他可能也忙，他不一定马上有时间回你。我们就耐心，就多去问几位嘛。所以你平常应该要怎么样？多少要有一些法师的。的联络方式嘛，你用 mail 啊，有的法师他们不用手机耶，很少数啦。像佛学院，我就认识一位，他就只有 mail，他没有手机的哦，所以你只能用 mail，因为 mail 的话，电脑可以看啊。所以你就留他的 mail，你就可以问他问题啊，呵呵，或者是加他的 line。他没有手机怎么办？对呀，我说有手机的话啦，你就加他的。哦，对对，电脑也是有存。对呀，电脑的 line 是跟手机。同步的啊，是不是？你拿手机去扫扫那个嘛？对呀、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一定法师啊，你们就是跟一些同参道友要有一些联系啦，因为这样子有问题才能够问嘛。不然你有问题，你要去问谁？是不是？问 Google 大神，呵呵，也是可以的。现在网上的资讯也很好用哦。对啊，所以你要会分别啊。复次，舍利弗，知般若波罗蜜甚深，微妙无相之法，难解难思，自以自利种种思维。若观诸法无常，是般若波罗蜜耶？不是也，不能自己彻底明了吗？以是故问啊。自了就自己明了啊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非一切智，于佛智慧中，譬如小儿。哇，那跟佛的智慧来比，还像是小孩子一样。可见佛的智慧有多深多广。不当，如说《阿婆昙那经》中，佛在其环住，不时经行，不时就是下午3点到5点那段时间嘛。舍利弗从佛经行，是时有鹰逐歌，歌飞来，在佛边住。佛经行过之，隐复歌上，歌声安稳，不为其处，不复作声。后舍利弗到引到歌便作声，暂不如出。应该知道意思吧？就是佛的引跟舍利弗的引就不一样，就佛的那种磁场啊，或者气质，跟舍利弗的磁场或者气质就不一样，它会让人家恐怖。一个是让人家非常的安心，非常的安稳。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佛即我身，具无三毒。以何因缘，佛引复歌，歌便无声，不复恐怖呢？我引复上，歌便作声，站立如初，比比唰。”因为你不是大圣，佛是大圣，你只是小圣，不，小的圣者啦。
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了。薄言乳三毒烦恼虽已经断尽，但是习气还没断尽嘛。以是故，如饮复食，恐怖不除。汝观此歌，数世因缘，几次作歌呢？舍利弗，即使入宿命至三昧，观见此歌从歌中来。如是一世、二世、三世乃至八万大劫，常作歌声。过世以往，不能复见。就阿罗汉只能看到顶多八万大劫了。舍利弗，从三昧起，白佛演示歌，八万大劫中常作歌声，过世以前不能复知。佛言：汝若不能尽知过去世，事观未来世，此歌何时当托呢？好，你不知过去世，那你看未来一样。舍利弗，即入愿至三昧，观见此歌一世、二世、三世乃至八万大劫，未托歌声，过世以往不能亦不能知。从三昧起，白佛言：我见此歌从一世、二世乃至八万大劫，未免歌声。过此以往，不能不复能知。我不知过去未来期限，不审此歌何时当托？一样啊。往前，这是过去，也是八万大劫；往后，未来也是八万大劫。再过来就没办法了。佛告舍利弗：此歌除诸声闻辟支佛所知期限，复于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歌声，最气得出轮转五道中，后得为人。今五百世中，乃得立根。是时有佛度无量阿僧祇众生，然后入无余涅槃。你看，除了声闻辟支佛所知道的那个范围啊。八万大劫，那另外还要更多更长的时间，就是恒河沙等大劫这样子。所以入无余涅槃之后，依法再世世人做，就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做人，然后做人之后才有机会有那个智慧来学佛，来学佛法嘛。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佛入灭之后呢，他的留下来的佛法在这个世间，那这个人做五戒优婆塞，那听比丘赞佛和功德，于是出发心愿欲做佛，然后于三大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十地具足得做佛嘛。一样啊，该经过的时间都不能少就对了啦，该修的功德也不能少啊。所以度无量众生已何如无余涅槃。是时舍利弗向佛忏悔，白佛言：我于一鸟尚不能知其本末，何况诸法。我若知佛智慧如是者，为佛智慧故，临入阿鼻地狱，受无量苦劫苦，不以为难。如是等于诸法中不了，故问。就是说，佛的智慧实在是太可贵了吗？纵使为了求佛的智慧入地狱受苦，那么长的时间受苦，那他都愿意。其实很多都是需要智慧的啦，但是人又是很感性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感性跟理性，你怎么，你到底哪一个重要？都应该都重要嘛。你如果装光是理性没有感性的话，会让人家觉得。是不是很无情，无情无义？假设你只有感性，那你是不是就会缺乏智慧一些？所以两个都要嘛。
所以菩萨叫觉有情，有没有？觉是要智慧啊，有情那要慈悲，要有感性的成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太过理性或太过感性，假设让大家选的话，你要选哪一者？哪一个？就是理性多，感性少，还是感性多，理性少？你宁愿学哪一个？第一种吗？就是说还没有到一半一半之前呢、啊，应该还是以理性为重了、啊，因为很多这些很多很糟糕的事情都是。是经过理性的思维啊，思考，一下子就做出冲动的决定。你看，不是伤害众生，伤害自己吗？所以还是要冷静一点，还是蛮重要的嘛，是不是？儒家不是也是三思而后行？那你三思跟那个审律师、决断师、发动师有没有一样？你儒家的思想应该没有想到这么细啦。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劝大家，先冷静一下，多思考一下啦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那当然，佛法呢就更维系啦。从审律师的阶段到决定师的阶段，那都要很注意，乃至到发动师都要很注意嘛。好，下一段，这等于是另外一篇嘛。佛告舍利弗。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，以无所舍法具足檀波罗蜜。施者、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。有没有？施者、受者、财物，那不就是三轮吗？加上不可得，就是三轮体空。所以你可以在施者一直到不可得底下写一个三轮体空嘛。真正体空就是都要跟空性相应，跟不可得相应哦，这很不容易哦。那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方向啊，因为你没有破我执，你没有破我见，这个是太困难的一件事了。你说受者呢，财物那你是相对的嘛？施者是你自己嘞，你自己怎么不可得？是不是？你自己生病了、苦了，你要不要去治病、去看病、去医病？你知道导师他有讲过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怎么，你生病怎么没有吃药？”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没钱买药，没钱看病啊。”那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啦，看看，所以要放下我们这个身见、我见有多困难，但是还是要努力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要在大众中修，在大丛林或者在大单位里面、大团体里面修？因为那考验会比较多啊，是不是？各式各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垃圾，然后往你身上丢的时候，看你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面对。
我就觉得那个慈济的师姐，应该有她的智慧啦，因为她就有这种观念。她说修行就是要在大众中修，给众生来磨就对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去磨众生啊，有时候众生也会来磨嘛。互相磨嘛，互相磨合，互相折磨。应该是说互相增上啊，但是那个增上的过程就是要有一个磨的过程，所以你要感谢那个磨你的人，给你痛苦的人。你必须要在磨的当中、痛苦的当中，怎么样增长你的智慧、慈悲啊？是不是？增长你的方便力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不是白受辛苦，或者是多结恶缘？有没有？你被磨不高兴，你就发火了，就起嗔心了啊？就。等等等等，好。问曰：般若波罗蜜是何等法？它有什么样的内涵呢？这边就分五点来说嘛。你可以标五之一啦，一横的一，然后二九五页不是有二横的二一直到五吗？二横的二就是五之二，二九二295页那边上半部哈。三横的三，五之三，四五就五之四跟五之五。好，五之一，有人言无漏慧根是般若波罗蜜相，何以故？一切慧中第一慧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无漏慧根是第一，以是故无漏慧根名般若波罗蜜。不只是智慧哦，要无漏的智慧。好，二九四页，问曰：若菩萨未断结，缘何得行无漏慧？是不是？你都还没烦恼还没断，空性还没证得。那你怎么行无漏慧呢？瓜无一，未断结故，行相似无漏般若。未断烦恼也是可以啊，但是先这样做嘛。菩萨虽未断结，行相似无漏般若波罗蜜，是故得假名，就是假名的。说是行无漏般若波罗蜜呢？譬如声闻人行软顶法，软顶忍是第一嘛，先行相似无漏啊，那后面就比较容易嘛，得到这个苦法智人。苦法智人，苦法智，苦类智人，苦类智，有没有？一直拍下来，依苦集灭道这样子。有见到十六心吗？所以这个苦法智人是见到的第一心哦。你要见到第一位，见到你要入见到位证出国，那你要经过这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第一心就是苦法智人，这样子好。所以这个软顶忍是第一，不就是所谓的加行、加行位或者加行次吗？就是说你在精进、你在用功当中，其实就慢慢培养那个智慧的啦。好，瓜五二，未断结行相似无漏，已断结行无漏般若。那当然，你都断，
你烦恼都断的啦、啊，那当然是无漏嘛。复有人言，菩萨有二种：第一种断结死清净，第二种未断结死不清净。断结死当然清净啊，然后未断结死当然不清净嘛。然后第一种断结死清净的菩萨，能行无漏般若波罗蜜。好，问曰：若菩萨断结清净，复何以行般若波罗蜜呢？都已经断烦恼了，那怎么样来再继续来行般若波罗蜜？虽断结死，实地未满，未庄严佛土，未教化众生，所以需要行般若波罗蜜啊。虽然断结死只是第一步啊，有没有出地嘛？那你还要往上吗？所以实地未满，你可以写一个一；为庄严佛土写一个二；第三，为教化众生三。那，譬如说，脚柱八十不是有一个实地未满之后有一个结死未尽吗？我在想，应该是习气未尽啊，是不是比较合理？就是烦恼定，那是习气未尽嘛，哦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好，复是断结有二种：一者断三毒心，不着人天中五欲；二者虽不着人天中五欲，于菩萨功德果报五欲未能舍离。如是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，就是，断结有。一个是断贪嗔痴三毒嘛，就会不贪着、不执着这个五欲六尘嘛。啊，第二种虽然不执着人天的五欲六尘，但是他执着菩萨的功德果报，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法爱啊，对这个法的爱，对功德的爱着啊。就是说，这个所谓的法执啊，法执没有全部去除的话，还会贪着一些功德果报嘛？功德果报无欲，如是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。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嘛，譬如长老阿尼吕豆阿那律尊者嘛，在临终坐禅时，敬爱天女等。以净妙之身来示阿尼驴豆，阿尼驴豆言：诸解作青色来，不用杂色，欲观不净，不能得观。黄赤白色亦复如是。就是说，那些天女，那她的净妙身应该是各种颜色都有嘛？那她。他为了要观，他就希望他只限一种颜色，还是没办法观不净。使阿那律尊者闭目不视，欲言诸劫远去，他就说啊，没办法不净观，那你们赶快走吧，我功夫还没 到家。是时天女即灭不现。天福报行由上如是，何况菩萨无量功德果报无欲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阿那律尊者有他的福报嘛，对不对？那除了天女的这个福报之外，那还有其他的啊，是不是？天福报行由上如是，何况
就是说，这个功德果报五蕴有各式各样的嘛。你如果五蕴的话，它就是大概就五类啦。那其实是很多种啊。那这些功德果报都容易让人家贪着啦，因为你没有到一个程度，你还是没办法。我们看世间人就是啦，有学问的他那些学问家，他对他的学问是很执着的哦，有没有？那个大企业家，他对他的企业也是有一个程度的执着啊。哦，大思想家或者大艺术家也是啦。一般来讲，艺术家应该是比较洒脱一点呐、啊，感觉哈、哦，感觉艺术家好像比较潇洒一点，但是不一定嘛，可能多数的艺术家还是蛮执着的，因为他们对美的感觉是跟我们不一样哦。他对于那个美的要求，或者是对一个专业的要求啊，现在不是有那种行动艺术家，有没有？他就站在那边，而且我经过很久之后啊，他居然移到另外一个位置，移到另外一个位置，他让你看不出来他有在动，那也要经过训练哦。对啊，好像有这种行动艺术家，在国外还是国内？好像国内没有。就是说，有一些一般人做不到，很难做到啦，几乎做不到的，但一些艺术家做得到，拿钱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就是说，他们要完成一个作品。他就是要怎么讲？要不断的练习啊 比如说画画，他不是一直画一直画，他雕刻就一直雕刻嘛，有没有？那唱歌或者弹琴也是啊，一直弹一直弹，有一次我看一个短视频。那个演讲者，他讲到一件事。那个演讲者说，他吉他弹吉他啦，已经算是不错了啦。以他自己的标准说不错了，但是他看到一个高手，他那个高手怎么弹吉他？他一天到晚都在弹，他就之后发现到，哦，原来高手是这样子练出来的。你一个 part time 的，跟一个 full time 的，就是说，一个是，反正是业余的嘛，跟一个专业的，你怎么比呢？那个专业的就是要很苦练呐，你没苦练的话，你没得比啦，你三两下。你要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什么啥杯应采就要上西天。你那个火候不到家，都不用说了，没得比就是没得比。我们再过2分钟下课哈，今天，因为。有点疲倦，所以 提早5分钟 哎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越做越冷，可能穿的衣服可能比较少。对啊，外面很热，所以我穿衣服就少。但是进来这个冷气实在有点冷。对啊，身体虚，是。哎，要运动。
也有感觉嘛，哈。好，我们把后面这个看完好了。又如真陀罗，就紧那罗网与八万世间紧那罗这些啊，来到佛所弹琴歌颂，以供养佛。尔时，须弥山王及诸山树木、人民、禽兽，一切皆舞。大家听了这么好听的音乐，很高兴吗？佛边大众乃至大家舍，皆于座上不能自安。你看这么严肃的大家舍尊者也是没办法。是时，天须菩萨问长老大家舍：“其年就树，就是说，你这位尊者是德高望重的尊者啊，又是行这个苦恨的，那为什么不能自安呢？”那大家舍说：“三界五欲不能动我。”但是菩萨的这个神通功德果报力的缘故，就可以让我，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习气在嘛。譬如须弥山四边风起不能令动，四大劫尽时毗蓝，就是随蓝风嘛，起如吹烂草。以是故知，以是四故之二种劫中一种未断，如是菩萨等应行般若波罗蜜。就是说，你除了烦恼习气，烦恼断，那习气也要断，就意思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只有佛才是最清净的嘛，那佛一下，那你就都还需要用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来回向。好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空成佛道。